我妈哦，就爱谁谁的阿妹，是较俭啊开啦，较省一个啦，看有当要一间厝。他每次都在你忙得要死的时候，传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讯息。 你就是哦，爱规世人拢在厝的戆家头毛，啊，唔捌食过外口的头路，啊，才会无了解社会变化。你这款你发店已经落伍啦，人即马拢足无闲的，哪有时间像你安尼豆豆仔戆头毛？人生唔是安尼算的啦。你好就是安尼啦，上好就爱结婚，啊上好就爱买厝，啊嘛是家己看好就好。 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这样像会知？可以无讲，我也知。你不够关心他啦。你最关心啊！爱一个人的时阵在创啥？咱哪像拢不知哦。